各台咱来看，因着中央补助款，北湖本来今年度总预算，欢迎会下加开着这临时会，新增十六项追加减预算。在这会议当中，关于文化相关，下提出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迄就是迄个本院办学婚宴，又讲在太平路一直拢无拓宽，或者婚宴会水是无所在摆放，造成义工长久以来拢必须来忍受这会水。希望各社会处会当多多来关心这点弱势人呐。议会第十七届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事日程表草案。虽然关于会定期会第四号当下结束，但是关于会也是加开了临时会，因为十几项中央补助款，北府本来在年度的总预算内边。第二案为卫生福利部补助本府办理中低收入老人补助装置假牙实施计划，所需经费925,000元，因为仅纳入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市编的103年度追加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在会中，关于文化相关，先提出着弱势族群的不方便，因为伫林镇太平路边的这许多保医办合婚宴。因为道路无拓宽，废水无所在摆放，需要社会处的关心。这种这可怜的弱势，需要咱社会，需要咱的政府去给伊照顾。竟然伊都这可怜啊，为什么一定要甲这种废水24小时生活作伙？而且伊目前拢无法度排水呢。我想议员这样的关系，我们也责无旁贷，我们会去协助，去了解，跟您一起去会看。另外，管护提案当中也阁存了环保局补助管护的情形。官员张义泽认为，这款的情形好参照唔对。对此，主计处长就表示，这是中央规定的，并无唔对的所在。尤其你清管处也好，环保局也好，这是平等单位啊，平等单位拢是咱直属于彰化管政府的。啊，用这个字眼，我是感觉讲好像有些不妥啊。用补助，那补助呢是用上级补助于下级。中央有这样规定啊，就是机关跟机关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彼此之间的补助啊，他们就是通知就是补助。虽然只是短短五天的临时会，但是出席的官员都把握这个机会，针对关键问题来提出应该改善的所在。就是新闻网以回报道。